升级的这个灯光啊，全部都要换好的。你又把它装修好了，全部把它换好了，这个灯光不好的不要，要升级，这个做大做强，是吧永姐？是啊，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好啊，这就是我的目标，我的梦想挺大的永姐，就是很大很猛，和一般人的梦想不同，是吧？是啊，把这个搞好之后啊，你刚开播多久？这不久啊，一个小时应该不到吧。很多人都很好玩，觉得那个位置。哦，车开几个小时？开了一个小时。嗯，很高。那你们胆子够大的啊，这么高的也没干。什么事我不敢做。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嗯，真是。有什么事我不敢做的。是吧杨姐？是啊，你胆子很大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现在准备现在这样搞的。准备呢就是把那个灯全部挂来这个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装上去。哦，我以为是自来水管呢。这样子装，可以装吗？这样子装，这个灯就这样上，这样子装，这样子上，是是是是是是。我以为是自来水管可以装。哎，这样子，看一下一条能干着吗？这样子，它能搞得动吗？动啊，拿来。十四，你算你十五吧，算你二十一个，是不是？二十一个，二十一个，哎，这个就有两米二就二十一个，两米二就十一个，等一下这个二十二个灯，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九，这里的十八十九八九十，啊，之前今天要这么上妆，你不知道的，我怎么知道呢？这个东西我们不懂，女人不懂这个东西，对呀，女人不懂也得嗨，是吧？这个东西你都不懂，这个东西我们懂啊。哎，这是男人的活，不是女人的活。哎，哇，成功了！娘不娘？厉不厉害？厉害呀！那有没有钉子放上去啊？嗯？有没有钉子放上去啊？要钉子不是容易吗？像歪的嘛，那你搞条线呢，那来画条线的平衡。哎，打这个洞有点麻烦，我想你画条线吧。
吃饭了，臭臭的。哈哈，给点面子他。好嘞，刚合适。哎，刚好。稍微香盐又得，喺下底又得，平常水下底洗。哦，这排灯啊，牛啊，小李哥，很漂亮，好嗨得起来的不？是啊。牛紧一点点不？知道。对丢的了，他唱多了，他就会作反感。小李哥，你搞这个就像搞射炮一样啊！哈哈，厉害哦！看着不？一出我一说出烟，你就要马上拔出了吧？哎，喂，怎么有些不亮呢？等一下。哎，这个好像这盘没亮。啊？那排没亮，哎，哦，这几个还没接线呢，哦，这条线还没接。啊，你按到这些，有这，啊，这个灯光就是这样了。